这是谁放的？原来只是收音机。哎，他们怎么了？不要啊！快跑！等我，叫你们收线！快跑！黑马，要杀我吗？ 刚刚那不会收音机的声音，那个收音机里面根本没有电池，这个地方真的有问题。那我们还要不要继续拍啊？你说呢？干嘛啊？拿着我！进来那么容易？请问现在在哪里？ 现在在一个坑道里面，然后是要拍什么样的戏？这是我们的第一场戏，但是这个场景怎么样？就是很，它真的很湿，然后就打麻花。然后等一下拍的时候，只会我跟乐天在这个里面，其实挺恐怖。然后其实很窄小。可以带我们去找一下阿乐吗？好啊，好啊。小心我头，你不要踩到我。谢谢，大家录完这个吗？ OK，干嘛呢？干嘛？还在录花絮。哦，嗨，就是跟小李的一个做 YouTube 的一个片段啊。对，然后我们俩要进入到一个北坑道，我一直保持都是很亢奋的状态啊，因为每次要来拍之前 ，B 选要来吞4颗，要保证自己一个很兴奋的一个状态。嗯，对。好，谢谢。